锵锵三人行，哈哈，今天是丹青兄、索拉姐啊，你们俩呢？你别老盯着那个看，你看着我，我以为又在看电视。他这个画家呀，他看见什么他都盯住一个画当看。对啊，你们俩是老朋友了，老朋友了。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这个分行也挺有意思，本来一个是绘画，一个是音乐，但现在共同的身份是作家。啊，共同的身份。而且呢，你们好像他是老作家。他80年代就是没错，他是做鞋的选择啊，嗯，你是做鞋的吧？我做鞋的啊，现在还是吗？现在还有哦，有做鞋哈，对，还有啊，80后都进做鞋了。哎，你是1994年认识的，认识的，我很清楚的记得那一年，因为我喜欢他很久了，因为我82年出国，我还不知道有刘索拉，然后到84年85年，我在美国哪个报纸上忽然看到就刘索拉的照片。戴个军帽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是特非常漂亮，就在80年看就是非常前卫的一个女子啊，同时又不是因为打扮才好看，就真的她自己长得好看。我想这哥们儿，然后到80年代末你来过纽约，我有个朋友还跟你跳过舞，我心里就想，哎呀，我怎么没见到？全在意着，全在意着呢，索拉高兴吗？啊，这个丹青夸你漂亮啊，嗯。我听着挺多的，说说你胖你就喘，来劲吧！这辈子听太多人夸我了，所以我麻木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啊不老实，是得说说你们俩拧巴的事儿啊。其实最近呢，我感觉啊，这个秋冬天来了，反倒是你们俩的旺季来了。一个是你啊，到处走学卖书啊；一个是你啊，是马上就要音乐会了吧？12月9号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很多朋友聊天那饭桌上哈，往往听到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就陈丹青想干嘛？说陈丹青这是在干什么？但是呢，也有人觉得呢，就是种种的这种状态啊，也是一种中年危机，可能啊，完全可能啊。这就聊到索拉爱聊的了。索拉，你现在有中年危机吗？我没有。我没有中年危机。你没有是吧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，咱这样，那个你跟洪晃他们拍那电影吗？叫《无情洞》吗？哎，咱们一块儿看一小段好不好？哎，咱们放一段。妞妞，我更了，更什么了？更年期啊！哥们儿可算到岁数了，但是比我还大呢。你可能早更了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，你更我不更？听我说啊，医生说的，40岁以后的人就进入更年期阶段了，可能还更早呢。更年期阶段其实最性感了，鲜花开到极致，漫长又性感，潮热二字你应该理解成又潮又热 ，baby I'm hot。40女人一枝花呀，就是这意思。得了吧，人说女人40豆腐渣。哎，你瞧咱看片子的时候人丹青还说呢，你看漂亮就是漂亮。对怎么意思呢？太抢了啊。啊，太抢了啊。太什么呢？不但漂亮就很性感。看着我说话。怎么不但漂亮而且性感？但是更女性更年期潮热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啊，真的，我就真的觉得女人的更年期不可怕。这一般传统来说，就是女人到更年期完了，就是女的就完了。但是现在西方的医学证明，女的到40岁以后，甚至有些人在30多岁以后就进入更年期了，就是她的荷尔蒙激素就开始变。他就会有这个，但是呢，女人往往40岁以后是最性感的时候。就是法国一个男人说过，这是特别著名的话：45岁女人是最美的女人，就是女人完全成熟了。可是往往这个时候其实是你进入更年期了，45岁左右开始了。但是你说是就是啊，更年期是有这个反应的。这个是啊，你说的女人是不是漂亮啊？女人，我天哪！就现在中国男的有一问题，就在于由于中国男人，我也不敢当，不是除了你们俩啊，就是很多男人，我觉得是跟男性的这种自信有关系，他就认为女的越往小了看的话，越是个女的，大了的时候，其实他接受挑战，他是女人智力的挑战。其实女人的美，如果你要仔细看这些
就是成熟女人，她有一种特别成熟的性感，特别美。小孩其实不性感，小时候就漂亮。啊、就是说我们不找四十岁的，是因为我们自卑。你太小了，我们自信心不足。跟你说四十岁的你自己，我四十了，你四十了啊？对你好年轻啊！我告诉你，四十岁的男人刚刚开始变成男的，到了四十五岁的男的才是真正的男人。可能我以前就是一太监是吗？我四十岁不算男的，四十岁以下男的根本就不是男的。行，所以不男不女对。然后呢，你刚刚进入成熟男人，你看，就是你将来你就是环顾一下周围跟你岁数差不多女的，你会发现她们不难看，而且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好看。那她呢？她五十岁了，她可以了吧？算男人了。我虚岁都五十五。这就是男人成熟的五十五了啊，对，成熟的男人成熟四十五岁以后。所以也有些人就讲啊，你像他现在，比如说骂的这个退步级骂得更狠，说退步级续编呢，其实还往回收敛了一点。对，有点。哎，这个到处骂乱发脾气啊，往往容易愤激啊，这本身是不是一种更年期的？有可能，完全可能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刚才说嘛，男的在更年期不知道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啊，你行，这个拉汤儿去了。我就是说，我觉得先说女的，我不知道男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嗯，女的在更年期的时候，大家一致以为女人更年期以后这人就完蛋了，所以女人更年期要发脾气。有的时候女人不高兴发脾气，是由于比如说她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。你给他搁家里，他就在家里头做家务活，有很多就是做母亲或者家父。他到这个岁数，他随着更年期生理的不舒服，他就会有反应和不高兴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是特别忙的这种女的，有的时候就生理反应，有生理变化，他就不会不高兴。我跟你说，没有不高兴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有点说风凉话。说谁的风凉话？说所有女人在更年期前后的一个风凉话。为什么？我觉得生理是一回事情，但是我觉得处境还是很重要。我说的就是处境。就如果你在这个年龄，你的婚姻，你或者子女问题，或者你的工作很简，如果你下岗了，就这个问题，哎，或者你是比方说还有户口问题，但又碰上更年期，啊，然后你上有老下有小，没错。你就不可能这么潇洒，你就会有脾气。第一，你索拉没有子女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现在说的就是这意思啊。我刚才说就是说，如果你有了外界的这些所谓很多负担的话，母亲，然后家庭妇女或者在家里有很多负担，就是你活到这一段，对，你顺不顺？对，你好不好？然后你再有一个生理的变化，这时候很特别容易，你就会感觉到你是完蛋了，然后你就会有脾气。就我说的就是一个这个，是一个集体的包装，是整个一套。我最近对更年期有个好奇，因为什么呢？看电视剧，我就向他学习啊。你不是在美国租2000集中国电视剧看，就感觉了解他们怎么活着。最近有个电视剧说是特别好，叫《金婚》，蒋雯丽跟那个他也就蒋雯丽演这个女的。然后呢，我正好昨天晚上我看见一段，就是讲这个更年期。哎呀天哪，我没见过会有这样啊！就是说，吃饭的时候说，哎呦，全家人都得说妈妈现在更年期，突然就哭了，或者就是小孩子哈，吃饭掉个筷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就把八辈子的事儿都想起来。我跟你说，把那个柜子放在北墙，你怎么又放在南墙了呢？家就是我一个人的呀，啊，你爱管不管，我不管了，我就是这样，怎么着？然后可能大姐还跟他说吃点雌激素吧，我吃点雌激素特别好使。他会异常，他会过度反应，会有更年期。对女性来说，我不知道男的这个对女性来说，生理上是特别痛苦的，就是特极痛苦，就是因为我经历这个非常痛苦。就是完全生理上的，生理上的跟心理精神是，它会影响你心理，但是你生理上太痛苦了，就是太不舒服了，因为会心跳。就是说你说话每能半分钟一分钟突然心跳一下，而且那个会每天出汗，就是人就湿了，就是真的是出汗，真是潮热啊。它就不是一般的那种潮热，就真出汗，而且对真的是不舒服，还有发烧，会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舒服的感觉，就是像一个正是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在这个时候。咱们丹青兄是潮红，所以男人可能不经历这种更年，但是我觉得男人的另外一个痛苦，那就是你们自己男人知道了，就是说男性更年期就到了一定岁数的话，你可能是不是觉得在男性的这种生理上有变化，这是你们男人的事儿了，女人你觉得呢？
你要不写个更年级？更年级，没错。哎，下一集还退什么步？我更年级，我老想不出下本书用什么名字。哎，就定了，咱这就定了啊，就是更年级。我觉得其实咱们整个国家、整个党差不多都在更年期，就这20年，真的，更年期就是他乱套了，然后出现很多异常，然后对很多事儿就是在更年期前其实不会那么反应。就是它是一个过度反应，但生理上这种我还真是没有体会，就是我得去看看书。有一个男的更年期来了，关于这个时代变化还真是，我先后听到有这个浓转非的说法，今天又听到更年期的说法，有意思。男的更年期我有所学习，广告之后咱们可以聊一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刚才讲到这时代普遍进入更年期啊，现在丹青讲讲青苗法。青苗法。青苗法。为什么男的都喜欢找青苗？青苗，我想这是中国的问题。你看中国选电影明星都是往年轻走，但好莱坞不会这样，欧洲更不会这样。欧洲最金角的几个演员都是40-50岁以上的女演员，好莱坞也多的是，很少有国家，可能亚洲有这个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呢倒是它跟传统有关系，可能好多原因啊。原因之一就是鲁迅好像就说过，就是中国喜欢吃青苗，老牛吃嫩草啊，这肉啊蔬菜都剪非常嫩的，就还没熟的就把它切了啊。然后当然它会联系到那这是个吃人的社会，那老的就吃年轻的啊，就一代压一代，这个传统太长了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跟这百年和这50-60年有关系啊，就是一个让你成熟的一个机制没有了。让你成熟的机制是应该是什么样一个能让人成熟的机制呢？这个说的太书面了，就是怎么说？你看，在我在国外待这么久，我觉得中国女性啊，就是在35岁到40岁以后可看的远远不及，就是所谓先进国家。就是什么叫可看的？好，才样子还在啊。就是而且越老越好看。你比方我到米兰，我到歌剧院去，我在休息厅，那都是可能是老贵族都在，就是年轻的在那儿根本比不过老的，无论是男的女的啊，那种风度仪态啊，然后这个咱们叫老女人，比方说40-50岁以上的，甚至60-70岁以上的，你在中国能还有样子在那儿的，出来能够仪态，这种的谈吐，这个相貌还好的越来越少。你说这个我就想起这个崔健有一回好像说起来还挺愤怒，说亚洲所有的这个娱乐工业利用年轻人的身体，就说比如说这些小孩你原本爱搞什么音乐不管你，到了我这唱片公司完全重新的我按照商业流行的这个包装你，实际仅仅是利用你的这个青春期的身体。是是是，我还听过一个美国的那么一个 CEO 啊，你知道跑到中国来乐不思蜀，说不回去嘛，哎呀，就是他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说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呐，在美国呀是不会有18-19岁20几岁的小姑娘整天跟我们在一起玩，你知道他来到北京啊，他觉得哎呦怎么你们这些老男人身边就全是这些个这个哎呦，对，我打断哈，要不然我就忘了。这是女孩的问题，这是教育的问题，老师的问题，家长的问题，还有女孩本身的问题。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特别轻易的就说怪这些老男人或者怪男人，或者这女人也是有责任的。就是整个女性的教育是特别不发达的，就是怎么可能一个16岁没有女性的，没有，对，这就是说20多岁女孩自己就说自己老了，我现在必须得马上结婚，我马上就是因为我太老了。然后10几岁的女孩能够答应去做这样的广告，她的家长。家长怎么能同意？家长可能还会很骄傲。我看见很多这种时装杂志，小女孩穿那种特别性感的衣服，不是在花花公子上，而是在这种正统的什么什么卖房子啊，什么广告，都是那种10几岁的小孩打扮得非常性感，半张着嘴，然后做那种特别性感的姿势。家长怎么能够让她去做？因为觉得很骄傲，说我女儿上报纸，而且是赚了很多钱。家长让她这么做，她不觉得这个。要在西方的话，她有一个分别，要不然你在花花公子上做。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不会去怎么做，你除非你穷疯了，你是是是这样、啊、我在教书因为接触都是70后80后、我蛮惊讶，就是他们对青春的感觉这么敏感，就其实在我看来还很小的孩子，
他抓住就觉得我很快要老了，对对对，然后底下更年轻的上来，我得利用我的脸对对对赶快找一个人，对对对，嗯，哎呦，完全是错误。我们年轻时候没有这种感觉的，啊、我们一点不觉得自己什么年轻或怎么样，嗯、要老了，这要到很晚才会有这感觉。对对对是是是，嗯、我二十几岁也没有这个感觉，这个是被夸张的一种感觉，然后对他们来说很严重。对、嗯，你觉得这是怎么？是环境的这种感觉吗？就全是那么年轻的身体，造成这种压力吗？就是教育的问题，我觉得是从家长，我觉得时尚吧，到社会的教育是时尚吧，整天电视上看见的、海报上看见的都是这样年轻的那种形象，选秀节目里看的。它是个极端，就我们在七八十年代的经验，就是我们且有的等了，永远是老的在前面，在上面。就论资排辈，但是那是文化的文，那是因为是文化。对，那是个就是老人的政权，然后整个的社会就论资排辈。可是这九十年代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极端。就是这谁轻描谁上，就是老的赶紧走。所谓老到四十多岁就赶紧出局。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是不是受日本、台湾的影响太浓了？因为日本你看就全是这种小女孩儿，那个因为日本的整个男性那个社会，它就是整个有这么一个传统，啊，它就是对女人。我想还是就原因之一啊，就是还是有一种下意识的报复心理，就是因为老人文化太久了。太久，永远上头一层层压着年纪大的人，所以现在可能大家未必意识到这个，但是就是他妈的，这该轮到我们上了，就是。但是你说的这个还是老人文化，那叫文化。现在他说的小女孩，这不叫文化，这等于是社会现象，就是整个普遍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地儿，这么多女的，如果所有的小女孩在十六岁就感觉到必须得抓着一个老草抓着，然后到二十多岁啊，或者然后老牛，然后到二十多岁就觉得自己完蛋了，就嫁不出去了，这个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人生。他这辈子真白活了，这个是不安全的。这还不光是女人，我想在每个领域、每个人群里面，其实都有很深刻的不安全感。然后再体现在年龄上，就是比方说演艺界啊，或者是白领，这个或者就在大学校园里面，就这种不安感，对，越来越强。那这种不安感在你身上有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们年轻时候是不是不安，是绝望。就是我们从小就觉得反正我这辈子不可能念书了，不可能回城了，更不可能什么出国，这都不在想象当中。我们小时候这年轻时候要求非常低，就第一我能回城，或者哪怕是我调到县里都好，就一直到二十多岁，我们一个最高理想就赶紧离开这个村子，就这样度过了青春。我曾经听一个跟他同龄的一个作家讲，他是什么心情，他说我们这代人呢，活一天都是捡来的，对，感觉是劫后余生。说你想想，文革的时候，很大概率我就死了。对，那今天我活着，这赶上好时候了。特别容易满意，特别容易，特别容易满意。是是是。对，我们在那种时，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，根本还没想到什么得抓老牛什么之类的。非常同情今天的年轻人，因为我设身处地想，就是，因为我们那会儿虽然绝望，你周围看看，大家都绝望。都全在农村或者全在工厂，你了不起也就是在城里有份工作，工资到顶了30几块钱，所以你没有可比的东西，大家都挺惨。到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出现幸运儿，比方说我考上了，你没考上，但那个差异没有像今天这么大。可今天的孩子从他上大学，在校园里他就开始比，让原来一起的同学，一个是这考上了研究生或者博士生，我他妈没考上。然后出了大学以后，你年薪多少，我年薪多少，一会儿瞧着你已经有房有车，开在贷款，我这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就这种压力，这种不安，这弥漫所有啊。我现在感觉今天就是我非常同情他们，人人自危，朝不保夕。大锅饭没有了，可是西方的恶性竞争又进来了。这竞争的这个游戏规则又还没有建立，它只是一个竞争，一个淘汰，所以非常不安。然后这当然也影响到中年人，就是三四十岁那一代，因为他马上就瞧着底下哗哗一波波上来，都紧张了，是这样上来的。是啊，你瞧着公司里一张张新面孔进来，这一眨眼就90后都上来了，是是是，都瞧着自个儿，这日历一翻，我这么生日又快到了。
真的很没错，很具体。我听一个搞音乐的一个人，差不多三四十岁，就说看看那些年轻人玩音乐的，他说我就感觉啊，这些人都是拿着铁锹，买我们的，你知道一锹一锹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就咱刚才聊到这八零后九零后哈，争先恐后，气势汹汹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网上咱们这图像时代，我给你看一个图像啊，也许引起一片板砖。九零后啊，这张照片叫九零后炫富女。炫是哪个炫？炫耀啊，炫耀炫耀啊。就这个女孩啊，把自己这照片弄出来。还有一张照片咱就别出了，甚至有人怀疑那是在吸毒。但是就这张照片底下它有文字，说你们这帮八零后的孙子，你们就天天在这个老板的这个辱骂下，在这个工作的这个责任下哈，你们就过你们可怜的日子。你们有钱吗？你们有我有钱吗？但是网上很多人就骂他，说你手里的钱哪来的？还不是拿你父母的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开始出现这种感觉。网上什么事儿都有，你就不要夸张了，就是没有必要去夸张了。被夸张的一个情况，然后到这些角儿身上，他自个儿夸张自个儿的一个年龄，对一个代际，这没什么嘛。被夸张了，咱们小时候哪有说我是五零后的，你是六零后的，没这说法。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受宠的概念，因为我刚到清华教书的时候，我说比方说你们七零后的孩子，他马上就抗议，他说我们是八零后的，就你一点不能说错他们的代际，是不能说老了两岁，他都要跟你指出他我是八零后的，对，然后他们互相也问得很清楚啊啊，那你是学姐，你比方七九的，我是八二的，什么这些，就年龄意识特别清楚。我捎带一句，就是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拉回我们乐队来说，我想对，我在我们乐队里头的人，就是从老的，就是李珍贵老师，比如说比我老一辈儿啊，就一圈嘛，六十多岁了，我五十多岁，下头我就有四十多岁、三十多岁、二十岁，到现在我十几岁的，就是每一代都在我们乐队里头，我就这感觉。我想说的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不要感觉，比如说你要是有这种感觉，说我得抓着我这一代，那你就死了。就是人还是活得宽一点儿，就是小孩就是比你有青春力，小孩就是要上来，但是老的有老的好处，你是标志的这一代，你就不要想着你还要标志下一代。但是你看，就我见过一个22岁的女孩，就叹气，哎呀，一下我很快就30了，她会这种感觉，因为什么呢？22岁吧。20岁的时候，父母亲还说不要出去啊，晚上不准出去，不准跟男同学，就看着死看着。但是呢，才过了22岁，马上这个女儿的这父母亲呢就开始着急，哎呀，有什么合适的男同学啊，领到家里我们看一看，又怕女儿嫁不出去。这是父母的问题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个你在上海，我父亲就在公园里看到，泱泱的这一群人。就是爹妈在那儿互相问你孩子多大了，咱们各自，我这儿有个闺女，咱们见一面怎么样？我爹走过去还被他们拉住，啊，我儿子都50多岁，那你孙女有没有？啊，就这样。